方底座，映现出二元世界。春秋数千载，华夏文明的奇峰炉里，从庄严厚重到温婉淡然，豪兴北方里透映着秀色江南。当仁者济南遇到智者复兴，知音相遇，澎湃出千载古城新世界。原色之光，三色流淌，勾画未来金融轮廓，重建城市发展秩序，是天际艺术，亦是时代美学。重构立体空间，折射四线七站，反射时间的律动，世界就在窗外，历史正华丽转身，未来近在眼前。为齐鲁大地开启塔尖风景，复兴植根中国，融汇全球。风潮起因无缝连接，赋能城市新生。金融风潮布局全球，构筑产业地标，共享复兴全球资源，进化风潮城市。阅尽千帆新归径，方为塔尖新境。以绿色重塑物理空间，为全球产业构建卓越生态平台。追随光的韵律，映现多面潮流，集萃世界繁华景。全球塔尖在这里盛会。东方文化对话西方精神，跃上无界艺术，尊享四季盛宴，映见万境斑斓。修身齐家，以礼相承，皆是塔尖家庭的幸福致敬。全球塔尖家庭幸福综合体，金融、生活、艺术有机共生，融入全球十亿家庭幸福生态圈，共享健康、快乐、富足，为千年全城创造一道出色奇观。复兴国际中心，以你非凡，见所未见。